早餐最佳的使用时间是，专家建议早餐应该要在睡醒两小时内还是两小时以上进食，可以有助于增强新陈代谢。两小时之内，食物能够有一种启动的感觉。是的，而且吃早餐的人比较不容易变胖。陈哥吃早餐吗？他吃太多餐。今天晚上九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全民新攻略。